多謝曬，係啦 ，Winnie， 哇，好好聽啊！喂，呢時候咧要留低你同我哋傾下偈啦。當然咧，我哋邀請多兩位嘉賓一齊傾嘅喎，就包括咗有香港花式運動員鄭麗珊 Lisa， 以及咧就係第八屆屆煙大型解放軍鄭偉昌先生。鄭生你好 ，Lisa 你好，我前輩啦，係啊，冠軍，啊，可以再請教呢個另外一位冠軍啊。夜晚咧，好似人狼咁啊！即係臨尾都要食一
啲商人嘅策略，啊，鼓勵人去食啦。咁但係，咦，原來我係可以甜頭食煙嘅。咁同埋最後係靠運動咯，即係不顧一切，電話都唔攞，咁啊夜晚落去跑步，其實原來產生嗰個安多芬啊，原來產生嗰個開心咧，係比起你食煙咧係嚟得更加好咯，而且係唔使錢。係啦，仲有一樣嘢，其他唔係戒煙。但係戒煙得嚟咧，我又覺得咧，即係如果譬如你戒煙人士啦，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咧，都真係要俾多啲鼓勵佢哋嘅，咁啊可以即係等佢哋咧能夠容易啲去戒到煙啦。我呢個都係個方法嚟嘅。多謝曬大家嘅分享。我哋所有參與者都一齊得獎。好啦 ，thank you。我哋可以遲少少啦，三位嘅分享非常之好，大家都收到呢個信息啦，應該。